好，接着我们来到的是 common multiples，公倍数。common multiple of two or more number is the number which is the multiple of all the number。就是说，像三和六，OK，里面的倍数都有十二，所以十二是三跟六的 common multiple。你看三的倍数，三六九十二。然后继续，然后六一六六六二十二，然后再继续，它们一样的是十二，其实还有六，OK，所以在这一边十二是 common multiple of 三跟六，然后 common multiple 呢，我们可以用 listing method，首先你把它的二的倍数写出来，三的倍数写出来，六的倍数写出来，然后你拿到的都是六，然后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十二。然后十二，然后它在这边第一个是六，然后接下来你就六乘二、六乘三、六乘四、六乘五，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在这边它要拿这一个 first five common multiples 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看那个三的倍数，三的倍数呢，它就有三、六、九、十二、十五。五的倍数，五十十五，然后他们第一个一样的是十五，所以它的那个 common multiples 呢，就会是十五、三十、四十五、六十、七十五，然后四一四四四二八四三十二四四十六五四二十六四二十四七四二十八，然后。八四三十二，九四三十六，十四四十九，一九九二九十八，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最后他们第一个一样的是三十六，所以它 common multiple 呢就三十六、七十二、一零八，然后一四四，然后一八零。所以我在这一边，三六加三六，七二加三六，然后七二加三六，一零八加三六，然后就一四四一八零，对。然后接着我要的是六十跟十五，六的倍数，六一六，六二十二，六三十八，六四二十四，六五三十。然后十二十三十，然后十五三十。哇，如果这一些我们全部都要 list 的话，你把它 list 到180就好多诶。OK，所以我们通常都是找到它第一个，然后再来它的 common multiple 就是三十的倍数，三十、六十、九十、百二、百五，然后五的倍数，然后五八四十，然后百二，哇，这个根本没有办法 list 啦，这个。要 list 好多诶，你看呢、啊，五十、十五、二十，等下这边是八、五、三，然后120的对，然后二五三十、三五四十、四五五十，然后五五六十、六五七十、七五八十、八五九十、九五一百。一零五，一一零，一一五，一二零，然后八，一八八，二八十六，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五八四十，六八四十八，然后八七五十六，八八六十四，九八七十，二十八八十，十一八，八十八十二八，九十六十三八，就。一百一十四，一百，有没有？一百零四，一百一十二，一百二十。OK，然后十二的倍数，十二二四三六四八，六十七二，八四九六，然后一零八，一二零，所以他们。一样的是120，
哇，我要写它第一个一样的都已经够多了，然后我要再写下一个的时候，哇，这些又要再写多一次，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就直接120、240、360、480，然后还有600。